今天早上8:15左右接到民众的报案，声称在新生南路有一家这个广播公司，他在上面放置了一个礼物，这个东西，在网络上，他也涉及到一些言论，有一些恐吓的意味。那经过警方到场查证这个礼盒，发现里面并不是爆裂物，但是这位姓田的民众在网络上的留言，涉及到有恐吓及妨碍名誉之嫌，因此我们警方在2小时之内查缉到案，将事后将依法移送台北地检署。科普一下，水神呢跟病毒呢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呢会变成什么？变成水，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。那一天使用个1000次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。那家里有小孩的、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。哪里买得到水神生成机？请上快点购，输入我的推荐代码就会有折扣哦。